来了第一个啊，看看是谁。哦，第一个是小叶吗？高跟鞋，谁啊？像是张张。张张吧。哇哦，易梦玲，易梦玲去了。一样的衣服。是的，我是女六。我像是那个谁，佩佩，像是佩佩，哦，佩佩，哦，佩佩，耳环跟我一样，对，跟小彤的耳环一样。嗯。哦，冲！我去接一下，来晚了啊。哈哈哈。来吧。谢谢谢谢。来吧。哎呦。谢谢。哦，走慢点，走慢点。好。这鞋子有点高。慢慢走，这草地不平。放到这里。没有说。漂亮，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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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有点稀。好红啊。哈哈。很好看。谢谢。那来了，是谁啊？张张呀。张张，这还想吗？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哇哦。哥特风。哇，你这样子，你眼睛都看直了。好看。好看。哇哦，我天哪，你姐杀疯了。哇，真的，哇，他真的太帅了，好傻，小果真的不知所措。保镖请，保镖请到，走走走，超拽宝。嗯，这个发型好看，真的是好看。下一位咯。我就知道小叶，漫画风太可爱了，好可爱，哥特风不能笑哦。哎呀，小风真的是，他是不是把那种鼻子画的红红的那种，很动漫的笑？嗯啊，你接的也太点了吧！哎，他是唯一一个接的上来台阶上接的，对，有点内卷的感觉。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已经开始夸了，满眼都是。超羡慕他们这一辈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两个。看他们俩谁先上去接，谁速度快。感觉是。冲！啊，这个也很仙。公主哈，好看的，好看。走吧。Hello，Hello， 嗯，嗨，张张还是不能笑，两个手，看他接谁的手，接伸了一只手，两只一起，五路军毡，哇，他们两个人，小心啊，有点不太好走，好，谢谢，上。张张好可爱，超级漂亮。今天的变装舞会正式开始，首先请美队舞伴展示你们精心准备的舞蹈吧。舞王桂冠，谁先？我们想压轴，我们想压轴，哎，我们要压轴哦。可是第一个很惊艳呀，就是炸场子嘛。炸场子，来，小葛又听进去了，肯定炸场子，把小葛说动了。我上。哦，你看一看。了解，我都叫你不要玩了，我叫你不要玩了，来吧，张张 slay， 张张 slay， 哦，好帅，好帅！要车车炫舞。哇哇哇哇！哇哦！
落灰走位，放手。换位置。换位置。谢谢，哎，酷酷酷酷酷，完了，他们赢我们太多了。小葛跳了吗？走位。但也许这个时候比的根本不是舞蹈技巧，是大家都在看到底他们还能多近。对，小练了多。没事，我的跳得很好，嗯，非常棒，甩尾。耶。跳特别好吧？我大吃一惊，我连表情管理都丧失了。佩佩好容易跟人变得亲近哦。这女孩融入感很好啊。嗯。我上了，我上了，兄弟们 ，Let's go， 要享受今天的 rap day、oh, rap night， OK， OK， DJ， let's try the beat， 可爱组来了，哇，还有才艺展示。这是 Red Idea， 不应代替。训练是我动力，也是我的专利。Straight to the point， 不要怪里怪气。我的 first 想到，我的 first 想到 ，Flow 相见，我的名字排在我的上下列。谁能想到穿成公主裙，站在这跳 rap？ 都在变，就时间在 start， 回到1993年，我就想一张白纸，不知道苦了酸甜。望着一圆白色的天花板，好像我以后应该要如何发展？这是 rain of my dear， 不能代替。Straight to the point， 不要怪里怪气。台风很好啊。酷酷酷酷酷！哇，还有舞蹈，他们还有一个小舞蹈呢。对啊，嗯，好全能哦。只记得牵手，其他全忘。脑子空空。哎，是不是你又忘了？我的我的。快乐就行啦。好可爱哦！太可爱了，真的。这么聊好像。儿童台的哥哥姐姐哦，对啊，文艺汇演，酷酷，太棒太棒了，太棒了，压力好大，早知道你应该第一个出场的，对，搞什么压轴啊，这是，就是很期待，你知道吗？三个人就是三个人，就不想到你们怎么跳 ，Secret， 冲啊冲冲冲，跳错了你们多担待啊，在那练着。又开始练了，还记不住啊？我也记不住。这一对不会是表演性最强的吧？有可能，我觉得他们俩。他们怎么练这么好？好搭，真的好搭。光了。不近，都还没有前面哥特近。毕竟他们才第一天认识啊。主要这个佩佩本身就很会跳，真的有点搭。OK， 这个反应，哇，这个腿蛮不错的，认真了，我觉得真的，就是新人，然后没有那么强大的知名度，就是靠硬实力。接下来到你们的 Q time， 来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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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好僵硬？求求！干什么？干什么？自己都跳笑了。主角来了。嗯。转圈。十指紧扣，哇哦，哇哦，好，哇，在逃公主。嗯。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马上马上马上。1、2、3、4。他好会跳。佩佩好能带动气氛。好想看他的直拍哈，小葛直拍。嗯。哦。哇，这段叫亲密攻啊！这一对真的好磕。对啊，哇，嗯，好搭。对，辛苦了大家。今天的舞会很开心吧？嗯，大家一起干杯庆祝一下。那怎么少得了我最爱的畅青零蔗糖酸奶？来，让我们一起干杯吧！这么好喝的酸奶，当然要一起分享了。来，让我们一起干杯吧！干杯！干杯！让我们一起畅青一下吧！班长 ，solo 呗 ，solo 一下呗，来个 solo 吧！他不会要 Q 泽泽，给你们来个小提琴。Okay,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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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泽说：“你自己来。”哎，对了，那天上了小提琴的课，有同学有没有展示一下啦？他跟着要跳。哦，哪壶不开提哪壶。求求了。谁来救救他？他在寻求阵阵的寻求阵阵的求救。我吗？我吗？对。我可以先给你示范一遍呢。那行吧，行吧，我来一下，把我来一下。他不是在车上已经反应过来了吗？都贴到背上了，都贴到背上了，是吧？对，尝试一下，还是有点懵。试一下，没事，没事。没有我的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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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咬牙切齿，碰桃牙的咬碎了，给点鼓励啦！啊，你拉弓，我来摁 ，OK。OK。我因为我实在是有点记不得了，救救他吧，真正。记不得来下来喝口水，可以吗？啊，可以。双人合作，好听好听。越唱又跑调，没事。好惨。
一节课能学成这样是不是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真的真的想这把稳了。很棒很棒很棒。小提琴很难。小提琴很难。好厉害吧！绕开我，还有什么想听的吗？我可以再给你们来一首，那个《月半小夜曲》。对。它这个杯子里的水哪些是干净的，哪些是不干净的，你知道吗？应该干净。我没喝有一杯，我不知道哪杯是没喝的。这两个，这两个是不是都没动过？来了，我准备，我要开始了。你们在干嘛？哎呦，在研究什么水？那我开始了。Attention, please. 你们俩站一块。啊！你们俩站一块。什么？好。大家都有各自的心事，感觉。啊？什么情况？乱了，乱了，心弦乱了。那停下去吗？哦，谢谢。所以阿范其实一直在盯着泽泽哎。嗯，感觉有大事发生。哭了。哎，看看。坐这儿吧。你踩到了我的裙子。没有。你踩到了我的裙子。没有。哦。没事。哎。是要坐下吗？咱们坐前面挡一下，咱们坐前面给你们挡一下。好的。这么忧伤的旋律，越努力越心酸。挪开他的琴箱，这么精彩的吗？坐着这儿，你好坐吗？不好坐，我就跪着吧。拉着拉着，把自己拉成了局外人，真的。哇。我爱班长、啊、还算是比较完整的啊。不错，非常好。那我们就给赢的队伍颁奖呗。颁奖。讲点什么吧。七七的小提琴实在是加分太多了啊。我们输的心服口服。服。那就给你们的舞伴带上。一起吧。真的好公平竞争哦，他们一起吧，你们一起吧。谢谢。来吧。可以吗？好看吗？好看。看我啊！哦，他突然冒出来。三二，哎，这个反应。三二一，看了我头好痛。这个画面，哇！谢谢。你们记录下美好时刻。很好看，而且很配你的。没有。很配我的衣服吗？没有。好像。为什么？不是，他好像有问题。没有，他不是，他一会儿他就会亮。不一会儿就好。三个人围着一个人转。单独来一张。啊，可以，给我们的 Queen。他一直在找机会跟泽泽说话。是。他在收集他的照片吗？好，来，三二一，笑。好像你有点笑迟了。没事儿。好漂亮，真的好看，真的好好看。好看就行。
谢谢。他有点黑，就有点黑，好，他已经亮不起来了，就只能这个样子感觉。来吧，玩会儿游戏吧。玩游戏吧。来，大家都站过来吧。桌子上有男生扭蛋机和女生扭蛋机。这样吧，我们写好大冒险之后，大家挨个抽，抽到之后呢，我们要跟一个异性一起完成这个大冒险。可以，他主动指定哪一个异性，也可以抽那个异性的那个扭蛋机。对，先把惩罚卡写了吧，大家。来吧。都是大冒险，不是真心话那种，是吧？大冒险才有意思吗？盲猜一个对视十秒，再盲猜一个公主抱，然后蹲起。等一下，我们大家怎么抽啊？先从 Queen 开始吧。这啊？那我来了。Queen 先抽题吧。我来了。男生公主抱女生跑一圈儿，跑一圈。公主抱已经来了。那就那个台子跑一圈，可以吧？我抽一个男生公主抱。可以啊，没问题。你选一个或者抽，选谁？正正吧。或者说有谁想要主动公主抱她跑一圈的，请直接。那人也太多了吧？那这。西西说：“我来。”我来吧，说话。小狗说：“我来，我体力好。”这，来吧，大。我感觉我这体重稍微有一点勉强。可以吗？可以吗？举手了。现在很主动哦。哎呀，终于出击一把。正正，你在干什么？哇！啊！但我感觉我的体重可能稍微有点勉强吧。行了，健身的了。你知道正正心里想啥？正正想，你来。这种累活你来吧。可以。其实这个很惨。我真的有点害怕，你抱不起来我。不，你放心。往后倒。磕到了。女生会不会想正正为什么不磕到了？不主动，会不会？对，会。会不会有一点点失望？他手没有搭到他那个肩上。磕到了，我真的要疯了。磕到了，可以吗？可以。小心裙子，别踩到。哦，好的，那我就结束了哈。这完全是两个边缘，来选下一个人吧。一凡啊。我。一凡。好 ，OK， 我来。与一名异性对视20秒。哇哦！可以自行选择是吧？对，可以自行选择，也可以指定。他肯定指定泽泽。指定泽泽就知道精彩了。我扭吧。好，他扭。正正一直在喝水。战术性喝水。看谁。佩佩，好的，哇，还不如直接选，居然能扭出来，好走吗？扭得真好，他俩真有缘分，命中注定，太巧了，3、2、1，开始，要近一点哦，啊，近一点，这还要多近啊？近一点，没事。3、4、5，谁先笑？6，好慢。7，我数的很慢吧？没事，可以，很好看。哎呀，这个。
了，后面怎么有一种要？十三，十五，十八，好好好 ，OK OK OK，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数数的？你们怎么数数的？我们是经过专业训练。对对对。那我抽一个女生，然后下一个抽吧。Okay. 好。哇，你是会选人的，两次啊，啊，同吃一条面包，哇哇，哇塞，啊，那我现在干嘛？就是选一个男生，或者还是我抽，或者是抽，这么不情愿啊？我抽一个吧，啊，别指定我，别指定我，他心里，小葛。小葛、哦，小葛一脸懵。小葛，哈哈，我上线了。闭口。走，闭口。啊？你可 OK 吗？你不 OK 的话也没有。你 OK 的话我就。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没事。去吧，去挑面包吧。看向阿范，我可以吗，兄弟？这么刺激的吗，高子？我们选最长的那个吧。啊，好好，就。法棍真的选这种啊？不是那个，哎，不是那个，这也太长了吧，这也塞不进去啊。我拿着吧，我拿着吧，就这样。太厚了吧，这个面包，这好硬啊，这。你先咬一口吧。毫无美感，这什么东西啊？好不浪漫。面包是铁吗？这面包？哎呀，面包是铁吗？这面包？哎，跟你的肢体一样硬啊！这道具吧，这个算了算了，放回去，你也别放回去。小风，拖两张包子，拉着一个人的领带或者绳子跑一圈。我选小燕。啊，我没有领带。不是你拉我。你拉我、啊，那不是像那个，那不是，你没有领带啊？这个，哦，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需要带的很多。这样，牵狗绳。你拉我，那我得倒着跑。我拉你跑，这样好像那个，天哪，他们俩，这个会掉吗？走吧，走吧。你看小花开心的呀，真的，他好享受当小狗啊！好纯粹的快乐，是快乐，太开心。太开心了，给他做个表情包吧。啊，好可爱啊！怎么这么快乐啊？完了，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妙？啊！谁呀？一凡来，又是他。我是第一个抽了两次的吗？护卫甜品，好吧。不会又抽的。可以邀请，哎，他自己选了，来吧。可以邀请泽吗？可以邀请泽泽吗？可以吗？哇，我吗？前一秒还在笑，正的看好戏。正正是不是现在在一旁观察泽泽的反应？他只是在观察。OK 吗？啊，可以。是个小的吧？是个小个的。好。OK 吗？可 OK。他在动，咱们的酸楚苦楚。所有人都喜欢一个女孩嘛。
也许是我的苦那就是吗？你的苦你要记了。来吧，先喂我吧。好，还可以吧？应该。嗯。佩佩应该还好吧？不至于陷入到了。嗯。怎么了，哥？弄完成了。完成了。那我先抽女生就好了，对对对，是吧？然后女生来抽卡。我已经知道谁了，张张。哇。这一把能不能让张张正正有点互动呀？你还在追求这个另外一条线啊？再救一把。你的，读一下吧。是什么？对你最喜欢的人说一句话。啊。说呀。这个怎么有点像真心话呀？不太像大冒险啊。我觉得张张如果这时候能站出来，正正说一句话，是否就是说咱们俩以后还是再联系，还是觉得啊够了，以后我就不会再跟你就是留言，就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那你觉得小葛？同样的，我问题我也会问给你，你觉得泽泽怎么样？他不正面回答的。小葛在等待着，你看。不会选他吧？给喜欢人说一句话。这个指向性了，我可以扭蛋吗？直接。又随机啊。为什么要逃？我不敢、啊。喜欢人说一句话，扭蛋，是吧？哇，这个题是小葛写的。还正正自己亲自帮忙扭，结果扭蛋扭到了正正，哇，那就精彩了。我现在命令所有的蛋都变成正正，这个就是看天意啊。好，看天意，正正。正正，正正。什么？有的时候冥冥之中就会这样子。嗯，正正，太吓人了。自己说自己，自己说自己。对，小葛慌了。说什么话呀？这是那个纸条这么对啊？说一句话。嗯。哎呀，急死我了。好，那你收拾他们。是啊，马上。晚上再聊吧。这所有人都看出来，他们两个好像有一点……嗯。啊，小葛。在这儿说还是？我感觉你可以，你想偷偷的说，你也可以偷偷的说嘛，因为也没有说要公开说吧，对吧？要悄悄说吗？哦，不听啊，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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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悄悄话。哇，吸过去了。嗯，谢谢。好好玩。哎呀。谢谢你。拒绝性的语言、啊。我感觉这就结束了。我觉得是 B E。我觉得他说谢谢你。我也觉得有点像。我今天跟小葛玩得很开心。倒不一定是这样的话，但是会让男生觉得好像是一个拒绝句号。对，你看男生有点尴尬，我觉得 OK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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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OK 了，这么好，你看他一下说完自己都难受了，来吧。大声说出最喜欢的人，哇！哎呀，大家都知道。来吧，要大，声音要大，这个是用小提琴说嘛？或者说你
你可以不说名，但是你想关于他的形容词也可以。公主，公主。哇。昨天的真是，哎，我真的上课上习惯了，你知道吗？跟泽泽互动很少。干什么？我在今天看要不要当面跟大家说清楚。他男一登场，就是那种爱而不得。公主，公主。我的名字在藏语里就是温柔的月亮。郑郑心想说：“烦死了，这一天呢。”没有了，结束啊！来吧，哪一个瞬间是你们觉得比较难忘的瞬间？我觉得那四个人哪一个瞬间都很难忘。难忘瞬间，张张扭出郑郑，扭出郑郑，就是扭出一个他真正喜欢的人的名字。对，挺好奇张张到底跟郑郑说了什么，他们表情都挺微妙的。就是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我越喜欢他，我越表现好像不在意。那这就没救了，感觉。但我希望他说出来的话是我不会再喜欢你了。哦，这个太虐了。就觉得天意难违。可是跟你的想象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到这一步已经够了，已经就是给过他很大的机会了。对。不强求了，我磕 CP 就磕到这儿了。就是不一定能治愈他们，但也能治愈你了。你们啥都没听到，代入的挺多哈。而且一看那个口型也没说这么长吧。我不会再给你留言了，也 OK 的。谢谢你，拜拜。大家其实都挺心疼张张的，但事实上所有的机会对大家都是均等的，都是公平的。那最开始张张没有走出他自己，还是会比较后退，他是一个反向沟通大王。但是我觉得他经过了这个经历，他就成长了。你看他对后来小葛关系的推进，他就能够比较直白的去表达。哦，我对七七印象比较深刻，他真的主动起来了。我那个时候拍照感觉也很精彩。阿范突然出来说我要给泽泽拍张照，七七的第一反应是离开，然后看到郑郑在那边又回来。但没办法，最后天意让合照出不来照片，只有单人照才会有成像，吓人不？接下来是今天舞会的最后一轮，请所有男生蒙上眼睛。哇哦，哦！每位女生都拥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邀请一位男生跳最后一支双人舞。哇！就是自己吧。女生邀请是吗？对，女生去邀请一位男生，注定有一个人要落单。对呀。或者一个人跳两支，那男生就会有一个落单啊。那有点狠。我们蒙眼，他们跳。有点紧张，蒙上眼睛跳，哎，也就是说男生要猜是谁选了他啊，对吧？女生是知道的。你们都看得到吗？我能看得到光，那里有光。现在开始第一支双人舞，有请第一位女生。怎么着？这么着顺着来吗？这个时候要是选七七，我就啊，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哎呀，他真的，哎呦，我眼泪快流出来了，太纯爱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这句话是挺感人的。嗯，对对对，真是好感动，好感动。嗯，而且人一蒙上那个，会感受特别不一样。嗯。这太浪漫了。嗯。
他连手都不知道怎么牵了。这好浪漫呀、想哭了。哥特风要哭了，哥特风不住了。你俩任何有一个人走了，我会很伤心的。有请第二位女生。我就有点难搞了。泽泽可太难搞了。Hello， 泽泽你好，我是滕光正。Hello， 泽泽，这里是七七。Hello， 泽泽，我是阿范。遵从内心。但是我感觉我每次选择都会有点伤害到另一个人。哪有那么脆弱呀？那就坚持自己的内心，就不要再管伤害到谁了。端水越端越乱。对，确实。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嗯。大家猜会选谁？他肯定选正正啊。选正正。哎呀，没了，七七没了，我从这个角度都看出来没了。直接越过。啊？是正正吗？是。谁啊？啊，是正正。像张张，那张张绝对不会选正正了。张张也选，张张会选七七。没有选择的时候，我就选一。我们怎么跳？其实你看，人正正也挺会的。我们怎么跳？不应该不发出声音。嗯，不发出声音。那就是像那样跳，拉着你，好。快掉下去了！哇，好沉！啊！张张突然觉得不浪漫了，刚才最激动就是他。哇！这怎么就发展成这么偶像剧的样子了呢？哇！太甜了吧！七七他们就站在那儿。有请第三位女生。她应该好选吧？佩佩会选谁啊？阿范。我觉得她不选阿范才精彩。我也觉得。我们两个都喜欢大海。对。天哪，我的好感度会飙升是吗？肯定是选阿范。也可以重复选啊。正正，他选了正正。那他一开始留言就留了正正跟阿范啊？对。应该不敢相信安的眼睛。天哪，我好喜欢他，霸气啊！我觉得。泽泽可太难搞了。天哪！Oh my god！ 太吓人了，笑都有点震动。需要这样的人。我应该怎么？什么？哦，这女生很主动哎。这现在正正应该很狗。现在别说。哎呀，表情，泽泽的表情。
没有。哇哦，他，哇塞，好主动，哇哦。有点抓吗？抓吗？真的，那怎么办？哎，太扎心了。哎，太虐恋了，干什么呀？子泽。正正，我现在觉得佩佩很厉害。嗯，无惧对手，跟随内心，我想选谁就选谁，反正我心里非常的清楚。那就问一下沈月，如果这样的情况会激发到你吗？会激发到你吗？还是你跑得更远？我是谁？我带入是张张，我是张张，你是张张啊？这个的，等我先带入一下啊。进去进。就是你是张张，你看到佩佩那么主动，去吧，那就去。有请第四位女生，张张，张张。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没有发现我都在回应吗？天，你忽悠我，你坏的要死，你忽悠我。小葛啊，真真，经过了，已经过了。哎，小哥，哎，最后让我没来，其实发生还蛮多事儿的，是吧？我不是很喜欢浪费时间，我也不喜欢就是说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已经没有结果的事情上。他觉得已经没结果了。对对对。哎呦妈！哎呦妈！我可以摘眼罩吗？不可以。张张张张这样子对着他这个，他看不到。哎，他拼命想摘。我可以摘眼罩吗？不可以，不可以。他故意问的。慢点，慢点。他想别人用声音回答他，对，他想确定到底是谁。但张张刚开始不发出声音，因为张张不想让他知道是。不要知道是我。又一段虐恋。完蛋，我磕到了。王大超，你好磕，好像玉姐和天哪，没了哈，所有人里面只有七七和阿范。啊，七七又落单了。今天的舞会时间到此结束，请男生们摘下眼罩。七七会不会眼摘下来就都累，全是神清气爽了，眼罩都湿了。全是泪，哭湿了。哎，我看那边放了一些烟花哎。走啦走啦走啦，走吧走吧走吧。哇，仙女棒哎。冷吗？有点。如果天气比较冷时，我会借外套穿一下。很棒很棒。你这样冷吗？不冷不冷。他那套，他们俩太可爱了。他那套课程每一个环节都能用上。他都做了，对，踩得很准。约会指南。你远点啊。哇哇哇！超好玩哎！哦，好看。我拍视频了。好。是，拍这样好看。帮你拍小视频吧。啊，好啊。好美，好美，小公主耶！哇！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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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哎，这个好像很酷。哎，这个好玩。我磕到 CTP 了。哇，这个感觉很难受，有氛围感的。一起关注，一起关注。
又留言了。Hello， 嗨，我是葛云坡。门演跳舞选人的时候，你选的是我吗？嗯，这还用问？就是你现在有心仪的男生吗？嗯，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感度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一个比较不太相信爱情的人。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喜欢。跳舞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有点小难过。如果你愿意拒绝我的话，你愿意拒绝我？今天这条留言呢，只最后一条留给你了。最后一条，愿意拒绝我？你愿意拒绝我什么意思？哎呀，怎么你在感叹什么？他感叹他的 CPB 了。我的 CPB 了。好了，我要换一对 CP 壳。尽快抽离。你看佩佩都会很直接的就去选择他喜欢的，但是张张在这种时候不会去选择你希望他选择的正正的。我觉得张张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对方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他才会迈出那一步。可是怎么会一上来就会有肯定的答复呢？大家都在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佩佩的心态就是很自由很轻松的试探接触的一个心态。就这一点其实也跟那个阿范很像，就阿范虽然比如说他跟佩佩很客气，但实际上他是很知道我还是喜欢泽泽这一款。我也特别的欣赏像佩佩啊、阿范啊、泽泽啊等等，当他们有了心中的想法的时候，能够非常直接甚至很热烈的去表达，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错过。其实我特别磕小葛跟张张，在现实生活中的确是这样的，两种人会彼此吸引。这种独立女性吸引的一定是像小葛这样的小迷弟型。刚才你们不会从微表情里看出，其实那个小葛对张张真的会有心动吗？有。我看着我好像也是会感觉眼泪都快泛出来了。我知道他喜欢他，拼命想让张张说话，确定就是你。嗯，是。好，这一刻想唱清。接下来进入唱清神秘任务环节，我要去拿一个道具。那我现在手中拿的呢，是我们的唱清盲盒，那里边呢是有我们唱清零蔗糖的草莓和黄桃两种口味的酸奶。那今天呢，男生是黄桃队，女生呢是草莓队。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跟以前很不一样。我们今天不需要猜，也不需要再做题了，简单一点。我们要请观察室内几位男生蒙眼，女生要挑选一名男生来跳一支舞。跳完之后呢，男生来猜测一下邀请自己跳舞的对象。我跟老师并不参与。好，刚好我们这三男三女。对，道具在这儿，你们传一下。像我这种工具人好用。你就是七七啊。对不起，七七，对不起，七七。叫我杨怡。我们请第一位女生邀请你的心仪男生跟你共舞，有请。一声叹气，听语气像是那个爱叹气的他。哦，是啊，这个画面。好，
有请第一位女生把这位男士送回他的原位。我跳得超卖力，我现在好累。我们听到第一个是你了，迪哥。哎，你跳的什么舞种？就是杂舞。杂舞。来，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我没有想到这组有一些别样的荒诞色彩。我们观察室有自己的小葛了。你一直笑。跳舞这么浪漫的事，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搞笑？接下来有请第三位女生来邀请第三位男生共舞。哇！好，三位请摘眼罩。你们有大概猜出来谁牵的是谁吗？我是沈月。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孟宁吧。如果不推断呢？你有别的选项吗？没有。你们什么时候发现是他的？在脚底漏光的时候。你看到了红光一片是吗？有一点点。我是通过跳舞的时候感觉到的。怎么讲？大概是这么跳，大概是这么跳。手的高度水平线上。而且你们回去看一下，各有各的乐趣，而且有一些默契还是我们挺难想象得到的。真的，我跟迪哥他闭着眼睛他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动作，就能感受到应该到哪个动作。这一刻想唱青，本节目由唱青酸奶独家冠名播出。这一刻想唱青，本节目由唱青酸奶独家冠名播出。走了走了走了。哇哦、wow. 海边听留言，谁先？她在那里好像公主的感觉，对，好像个画报。哎呦，你看她。Hello， 小叶。今天我们一起跳了舞，一起唱了说唱。人海边，为你是我灯，也是我的专列。也一起拍了许多合照，一起放了烟花，一起画了画。你画画水平真的超厉害，说唱水平也超高。是我见到女生当中唱说唱唱的最好的一个，真的彩虹屁。你也鼓励了我很多，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去成长、去改变的决心。是我想要努力做出改变。没关系，慢慢来。那今天晚会，门演跳舞选人的时候，你选的是我吗？如果是我的话，就眨眨眼，伸出手，让我邀请你一起坐下吧。这里是小峰，持续在进步中哦。这也要胖出来一下。这样子。这里是小峰，持续在进步中。哇！马上笑了。下一个谁？你去吧。我。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眼睛里面只有小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对，不要激动嘛。看着笑的，给他安装一个防沉迷吧。Hello， 我是小叶，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除了外貌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吸引你吗？你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哇，问得真好。你会喜欢热的这种男生吗？我其实比较喜欢稍微成熟一点。我喜欢菜，你快一比一。小峰的话好像有一点点小幼稚。那我也不知道录音给谁，就感觉都。你觉得如果女生比你强的话，你会不会有心理负担？你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他其实每次都快准狠的啊。是。觉得成熟且说不出来。哎呀，真命！完了。我有点着急，我都。我觉得其实喜欢这个东西，不需要那么多理由。完，哎呀，完了，没说好，没打好。就像我喜欢手指滑板，喜欢说唱。当我最开始喜欢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理由，我就愿意去花时间去了解它，去学习它。我觉得这能让我开心。慌了，慌到不行。如果我的喜欢也能让你开心的话，就更好了。下一个。那也太孩子了，二十岁的恋爱，他说的也没错，是他的真实感受，因为他没法把它系统化，他解释不清楚。对，但可能小叶想听到的是更一个更具象点的。能放旁边？我抱着吧，有点冷。我抱着吧，有点冷。本来以为这对已经稳了。你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他自己也觉得没有打好，其实，佩佩，可能没有。你要不要给你拍个照试一下？不用啊。三二一，哦，这个蒙太奇。太扎心了啊。好了，果然他们俩白玩一天，白玩一天，主要是排练去了。下一个，我先走了，很快就回来。他没有，不会是泽泽吧？好，接下来的动作就是可能有点像肢体接触了。你的手放在我的腰上，你知道吗？哦，这个闪现太扎心了。有哦，没有啊。他自己知道。那你目前有什么就是觉得好感度比较高的女生？可能是德泽，跟昨天一样。他们俩聊过这些的。那你对大家现代男生的看法是啥呀？我感觉目前正正是，我心里就是好感度最高的。
他一直在笑。你觉得他会说的话吗？我觉得他不会。不会。你觉得孩子会给你？不是，我只觉得，我只觉得嘛。我赌，我赌给你吧。那赌着干啥呢？还是没有。好悲伤。哇，我好期待这次听到第一条女生的留言哦。还是没有，我都想去给他留条言了，我去微博给他留言吧。太伤感了，哎。Hello， 责任拥挤，这里是傅佳琪。今天这条留言的大概率是最后一条留给你了。最后一条。大概率是最后一条留给你了。很高兴认识了你有4天的时间吧。今天你从台阶上走下来，真的很像一位公主。公主。我呢也很高兴和你相处了这么多天，我们一起组过队、打过球、赢得过胜利。我也很高兴你能来上我的小提琴课。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也一起完成了一支舞蹈，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这些快乐呢，都是属于我的。哎呀。你也确实就是温柔的月亮，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是围绕你的星星。我不想让我的留言再给你造成压力，我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我们反正也还是很好的朋友。今天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向大海喊出让我们天天开心吗？哇，就这样。怎么样？让我们天天开心吧！让我们天天开心吗？哦，我想哭了，对，悲情，这个比较圆满。啊，这个真的。那我们天天开心吧。七七大虐呀！哎呀，这么多吗？小葛，小葛，你不要在旁边碎碎念了。Hello， 泽泽你好。正正。开心了。Hello， 泽泽你好。准确的应该说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学的研究生。哦、你好。他好会、啊。会呀、啊。他很戳。他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笑了。又笑哎。笑。其实我感觉跟你相处起来会很自在、很舒服。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共同的想法。并且我们还有 Python 的作业没有完成。可是这个就是你可以回民宿，我会监督的。然后如果你愿意跟我有继续了解的想法的话，你愿意用今天最喜欢的我们双人舞的方式来回应我吗？不是三人舞吗？
对啊，不是三人舞吗？他已经对，我认识。哎，我们可以转圈，可以转圈，可以。还有，还有，小葛真的很在意每个人的描述。怎么说，郑展？怎么说？应该你也知道了吧？哎呀。七七退出了，对，好高兴，他退出了之后他就轻松了。Hello 泽泽，还是我阿范，还是我阿范。你收到这封留言的时候，应该心情跟昨天一样，肯定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明明今天没怎么跟你接触，但是却还是把留言留给了你。今天早上其实大家在选那个跳舞的时候，我是挺想选你的，啊，但是七七还有郑郑他们都去了你那边嘛，咱俩怎么说一块儿吧，然后我也不好意思让新来的你同学他一个人落单什么的，所以我就去了佩佩那块。行，那我拿这个呗。昨天一个晚上不见，今天见你的时候，你穿着公主裙出场的时候，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哇，好直接。哦，对了，昨天有一点忘记夸你了，就是你的头发卷卷的，真的很像绵羊。然后我又是白羊座，我真的很喜欢那种自然卷的感觉。这 Q 得太硬了吧？我也是自然卷 ，by the way。然后就是今天玩游戏的时候，其实第一次那个对视20秒的时候，我也有想选你的。与一名异性对视20秒，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吧，所以就没有选你，就选择随机抽了一个人。然后第二次的话，我觉得还是想去尝试一下。护卫甜品可以邀请合作吗？我吗？可以吧，可以吧。所以就选了你。其实他挺会表达的。就是一点一点渗透才对，他早上跟那两个一块去接就不太好了。对啊，他懂得循序渐进，但还是晚了。不一定，现在就等着郑郑犯错。然后就是两个问题吧。第一个，我想问一下你，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理想型的男生是什么样子的吗？对范范来说，这是他很早，他很在意的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你现在有心仪的男生吗？你现在有心仪的男生吗？哇！假如有心仪的男生的话，那你转向我的概率是20%呢？啊！三个问题了。直球啊！转向我的概率，那你转向我的概率是20%呢？看我，看我。单独来一张，笑。主要是他开始落笔那一刻，就代表着有这个概率，就是这样子。对，这个问题问得挺好。好吧，那就这样，拜拜。今天玩得很开心。我因为昨天要参加复试，所以昨天别人留给我的录音我是没有听到的，之后可以拿给我听。然后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有责任感、能照顾我、很细心、很体贴的男生。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七七的剪影可以不用出现了。转向我的概率是20%呢？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答不出来。真的不太好答。这个真的。
好的。我这个位置就不是很好。换位置，换不了一点，换不了一点。他都看没出来。干什么？干什么？没事，我也没听见。他背负了太多，我也没听到。我没听到，我什么也没听到。我真没听到，你再说。真美，遇到可还行。上厕所，厕房。来看。泽泽的留言来了。Hello， 郑郑，我是泽泽。今天是我给你的第二条留言。双向奔赴了呀，真的。好好哟。今天刚下飞机看到你来接我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惊喜的。Hello。但是我感觉你好像有意无意的在把我往佳琪的身边推。哦，你看看，小童能察觉到这个。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对的。来吧。他当时有一个惊讶的反应，你看。有谁想要主动公主抱他跑一圈？走了，不走了，可以吗？但是今天整体相处下来非常愉快，特别是跟你在海边放烟花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好看。但是最后就是单独跳一支舞的时候，你知道我应该是和你跳舞的女生。我们怎么跳？那最后一个和你跳舞的女生，你应该也知道是谁了。看到你和她跳舞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小难过。吃醋了。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最后，我今天的问题是，如果还有一次机会让你和我单独跳一支舞，你会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对着大海大声的喊一声啊。当然愿意。高兴的，高兴了。这啥呀？什么问题啊？看不懂了吧？浪漫与女人。如果你怎么怎么样的话，就你对大喊呐喊一声。呐喊一声啊！哦，还有，张张，张张，还有佩佩的留言吗？他两个留Hello， 你好呀，我是佩佩。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收到我的留言觉得很意外呢？然后你有没有猜到今天第二支舞是谁邀请你跳的呀？他其实很会哈。虽然我来的时间就是挺短的，不过我还是看到了很多东西吧。哦，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其实挺纠结，也想了很长时间。不过我还是决定把我的留言留给我在这里最想了解的人。哇哦！我其实今天没有能跟你更多深入的交流，觉得还挺可惜的。
希望之后的旅行里面我们能有更多深入的了解。正正难办了。不知道你对我的好感度是怎么样的呢？如果1到10分来打分的话，你待会儿摘下耳机可以给我40几秒，这样可以吗？ Over。 嗯，几分就几秒是吗？对视几秒，这样。然后准备对视。哇，一直盯着。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看都不敢看了，对啊，不敢看。敢不敢不对视？如果1到10分来打分的话，你待会儿摘下耳机可以给我40几秒，这样可以吗？6分。六秒。6分也不妙哈。我以为他会拒绝回答，就那应该怎么办呢？啊？你想一下，然后呢？想一下就没有了。他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只看到他在那发呆，其实不是发呆，是对视，在计时，这蛮厉害的事情。小葛不会有留言了吧？嗨 ，Pico， 哎，留了。我一直其实觉得你是一个有点腼腆的人，其实今天相处下来，我还是觉得挺愉快、开心的，跟你相处起来很自在、轻松。我是一个比较不太相信爱情的人。对于我来说，接受别人、了解别人，就是关于对于爱情，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么深刻。但是这几天相处下来，我觉得就是你很细心，然后我其实也看到了。我的衣服，我应该穿个大背心儿点的。然后我愿意去，像蜗牛一样吧，伸出一下触角。我愿意去敞开心扉。去了解你在之后的旅行里面，所以我就想听一下你今天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发自内心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我需要听到你的真实的反馈。他还是需要别人。然后就这样吧。对。我的留言里面有真实的反馈，可以听一下留言。哦，下一个张张吧。哇，张张这一身也太暗黑了。嗨，你好，我是葛云坡。今天算是第一次和你相处，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有没有就是不一样。老肖，今天我们说的话可以比前两天加起来都多了。总体下来，我是感觉很舒服、很自在，当然也很开心。哎，你这个坐边，你是忽悠我，你坏的要死，你忽悠我。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这种舒服很开心的这种感觉是喜欢还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种很开心的这个感觉你有没有，我想知道这种问题。就这样，拜拜。今天过了真的很开心，拜拜。完蛋，我磕到了。
两个看不懂爱情的人在慢慢靠近。哦，你这么一解释，好磕，好磕，好磕。他问他，他问他，就是他们俩今天相处都很开心自在，是开心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爱情还是友情。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回应也很舒服，很舒服。嗯，反而可能张张也比较会接受。Hello， 张张你好，我是滕王张。哦，长，这么长的。Hello， 张张你好，我是滕王张。啊？我是滕王张。其实我们昨天也聊了很多，我也很认同你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我确实很不喜欢自己有些时候太过于纠结这个毛病。但是现在的我还是会想说，想跟你再往后多接触一下，因为我觉得接触并不深。嗯，跟张张相处起来可能会有些累，对于我来说有些累。然后可能今天晚上我要跟张张说清楚。我还是今天想试着遵循一下内心的想法。如果你愿意拒绝我的话，你愿意回答我愿意吗？就是这么多，谢谢。什么叫愿意拒绝我的话？就是他今天晚上要希望张张拒绝掉他。嗯嗯嗯嗯嗯。如果你愿意拒绝我的话，你愿意回答我愿意吗？就是这么多，谢谢。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新做选择的机会的话，你会选择我吗？我是愿意的，愿意选他的。太虐恋了，干什么呀？以我愿意开头，再以我愿意结尾，是吗？你愿意拒绝我吗？哇，如果你愿意拒绝我的话，我知道，知道很舒服，开心的这种感觉，是喜欢还是？你愿意回答我愿意。我想知道这种感觉你有没有？你愿意回答我愿意。这种感觉你有没有？如果你愿意拒绝我的话，你愿意回答我愿意吗？我想知道这种很开心的感觉你有没有？你愿意回答我愿意吗？这种很开心的感觉你有没有？不回答。啊！啊啊！没喊。他不愿意。最后的倔强。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回应很勇敢。我觉得这个好。哎，我看他说什么。谢谢你。然后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好，再见。啊啊。OK 了。毕业，他俩这就结束了。他们俩中间有一点点化学反应的，但总感觉就哪差了一点。对，秦晨丹来了。明天迎接你们的将是一场极致浪漫又无比轻快的班级旅行。第一站，你们将穿越山间去雪山下点燃篝火。雪山篝火，雪山。走吧，太冷了，外面。哎呀，去雪山。起来吧。除了外貌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吸引你吗？哇，我想知道这种很开心的感觉你有没有？哦，今天这条留言呢，是最后一条留给你了。假如有心仪的男生的话，那你转向我的概率是20%？哎呀，你有点笑迟了。你有没有猜到今天第二支舞是谁邀请你跳的呀？哇，修罗场。这看的人这心情此起彼伏的。他们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大四角关系，范范、泽泽、正正、佩佩，好像七七退出了，但是更大的关系开始了。对，所以你们觉得就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泽泽跟正正他们会比较稳定吗？未必，我本来觉得是稳定的，然后但是他给那个佩佩对视，那个对他给了6秒，多了6秒都及格了，及格了，过半了，有些都考得上了，有些地方了。我以为6分就
就是那种对你没感觉，但是比没感觉稍微好一点点。对对对。张张和小葛，你们觉得他们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张张听到小葛的留言，他说小葛说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我会以为小张听到这个话可能会开心。反正如果我听的话，我会觉得他很真诚，会觉得小葛这个人很真诚。我觉得那句话好像我感觉我以为那句话会打动到小张。你现在是纯粹把史月当张张在聊是吧？我觉得他们毕竟只是刚刚接触到了第四天，时间还太短了，大家只是进行一个社交的探索而已，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那么明确的选择。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有特别明确的选择和坚守了，那可能其实是之前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像小峰这样，像郑郑他会给佩佩一个6分的这样的一个对视，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交分呢。你说你给一个女生如果只打2分，那她得多难受。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大家互相多接触，然后在往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探索，我觉得多美好，这就是年轻的感觉。嗯，的确是这样。而且我们今天是第四天哈，我们重启校园生活的这个篇章呢就正式的要告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班级旅程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邂逅跟奇遇。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怦然心动20岁，我们下期再见。每周三12点，会员版进击春日三班，解锁春日三班劲爆游戏局。这是6个，这不是这不是哦，6个。对。然后你泽泽现在，你在这跳差不多，然后我走上来。每周四22点，无观察室纯享版沉浸式磕 CP。每周五12点，加更春日三班，未播内容集中放送。哎呀，你这里应该要怎么怎么样？嗯，不会啊。那你现在会觉得我是妮妮和板川的结合体吗？我不会考虑，不会想这些，你就是你，我不会把你和其他人去比较。每周四12点，砰砰放课后，独家揭秘嘉宾真实日常生活。就是可惜这会儿还没有到荷花开的时候。感觉这会儿成都居然出太阳了，然后就把防晒帽给戴上。和陌生朋友冒险。陌生朋友？什么是陌生朋友？新人来了。哇，怎么感觉有点像汤唯啊？刚才有个角度特别像。对，他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不出现。妈呀，下头了。你可以直很快之类的。直损，你两个现在的状况都有一点点像，不合适。对啊，我觉得会很累。哇，有点定死局的感觉。来了，我们范老师躺。完了，这俩再盖一个毯子，疯了。对，你往那边坐去，我屁股坐那里。放我。啊？你知道吗？张张就是一块冰，你再怎么点，都很难去点燃。我喜欢人的话，我可以跟他相处。我紧张，我可能会坐在这里，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第一口香槟，我好像没有。你们也骑马吗？哦，来，兄弟。哦，我这么高吗？这都怎么了？这都滑板不要了，这样有一种那个唐僧，然后我是猴子。
哎，真的很像。你们直接在后面走是吧？那个时候我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喜欢。我那时候就突然有点难过，因为啊，我哭了，这么严重啊？